然后谢谢大家，辛苦了。书包感觉怎么样？大家。苏主委、侯署长、杨庆署长、各位记者女士先生、各位工作伙伴，大家好。那经过了五天试验，来出访甘比亚，这个行程顺利结束。那回到国门，感觉真好。那就请院长来为大家说几句话。好，各位媒体的朋友、各位团员、各位同仁，大家早安。这真正的是早安。平常绝对不敢通知大家这么早的记者会，不过因为刚下飞机，用这样的时间给大家做个说明报告，来谢谢大家能够到。这一趟乘总统之命出访，是在礼拜三的晚上起飞，在今天礼拜天的清晨回国，头尾80个钟头，整整刚好。从台湾出发到东南亚的泰国曼谷，中东的吉达，然后到达目的地，我们在非洲的友邦甘比亚，回程经过德国的法兰克福，直飞回家的感觉真好。用五天的时间挥遍了三大洲，虽然头尾五天，但只有一天能在床上，其余的时间都在飞，足足飞了47个钟头。这一趟我们任务非常的单纯，就是代表陈总统到我们非洲的邦交国甘比亚祝贺贾梅总统就职典礼，带来一个友邦的忠实的祝贺。在甘比亚受到极高的礼遇，我们特别带到了陈总统和国人对贾梅总统的祝贺，也转达了总统的邀请，贾梅总统非常的高兴，同时他特别和我约定，下次不能只停留一天半，一定要超过三天，才能让他好好的招待。而在多个重要的场合里边，我们也碰到了好多非洲国家的政要，同桌用餐，交换意见，彼此都非常的愉快。那这一趟出了国门，特别能够体认到台湾外交的重要。像在甘比亚，我们看到贾梅总统再再的重申对台湾的坚定友谊，他特别说我们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，他绝不忘记，绝不背离。他认为甘比亚和台湾都是小国，但是一个声音大，一个实力强。甘比亚在非洲大陆的影响力年年提升，而台湾的经济成就和民主价值更是傲视全国、全球。他认为小国和小国更该团结，才会力量大。我太太说你忘了谢谢媒体，真的，哦，一样，从
带一部小飞机上上下下，哦，真的实在是很感谢媒体朋友们这一次的全力配合。哎，你刚才这个给他出来，你刚才这位哦，对，我们在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哎，下次要有去，一定去，一定去。我们在第一时间给总统报告，辛苦了。谢谢。这么早我还没有给他打电话，等待会给他打电话，约时间我就过去给他报告，看看他辛苦了。太远了，我再看一次，看怎么样的情况下，因为我要知道，我先给总统报告。请告。